跟今天五代的实际视频现在是一大堆了，都是粉丝的作品。除了 A12 大神是原创的之外呢，其他的都是借用冰淇淋四代的游戏来完成一些有趣的创意。当然这里面有的 UP 主是做得很好的，但是有的就纯属于自娱自乐，大家应该都能分辨得出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是粉丝的作品，我肯定会在标题里面写出来，大家认准就好了。那么今天的这个粉丝作品呢，它不是做得很好，但是也不能说它是在自娱自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更恰当。反正在开头部分来说，它是用了一点心思，比起 K 社官方一个大脸直接做背景的感觉要好一些。然后它的出生地点设置在冰淇淋工厂的后院，这个对于 K 社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。毕竟在四代的结局里，小杰呢是在中控室里得知了拖后腿三人组还没有离开的消息，他肯定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总不能一开始就处于被追击的状态。不过这也是一个好方法，将自己先暴露，然后让三个菜鸟趁机会逃脱。哎，不过我也不是瞧不起那三只菜鸟哈，他们很有可能就躲在某个地方归着，等小杰去救他们，这就根本就不可能了。当然这个位置我还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拖后腿三人组他逃脱的管道到底通向哪里呢？难道是米里罗德原型机器人所在的锅炉房吗？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啊。不过在粉丝的作品里，他更关注的是粉色萃取室这个地图，他在里面设计了一些陷阱。我们知道在五代里面肯定会开放萃取室的，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呢，还是罗德会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呢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么五代的剧情将会是最终对决，而且接下来的六代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猜测的整个 K 社宇宙吧联动。当然联动的故事不可能和我编得一模一样，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完成他自己的创作。如果有人喜欢的话，我有很多粉丝都有自己独创的故事，有兴趣我可以做给大家看，但是大家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才能保证收看到。